即即然后，仲唔食条口？我冚！我明白啦，原来呢个和尚吓走咗我师女姐姐。你再考唔到个官仔嚟做吓，唔通叫我哋两个食粥水咩？得啦，我知道啦。喂，问你有冇菠萝卖啊？听到未啊？你盲啊你？我系卖冬瓜。黄少年，俗语话：有田趁早耕，生仔沟女。 鬼嘢像啊！其实咧呢家嘢系男人都好噶啦，只不过冇我咁好身手啫嘛。其实嗰日喺市集，系啊系，不过铁家嘅条件好苛刻。哎呀，我见你又咁抗拒嗰啲同学噶。 归女用香拜，我听你话，我念纸，咁我帮你望望啦。你用啲冠冕堂皇嘅藉口嚟压抑人类嘅本性，咁又点啊？有咩办法？鬼，我谂系佢见识少，未见过世面啫。才兄，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。啊 咁样啦，你两个跟我翻去苍山去修行，必然可以带唔到男哥，唔系人，记开啲啊！喂，唔好打，唔好打啦，死啦！死，揾到啦，系啊，收手，收手，有咩吩咐啊？太公啊，我已经好多日冇近女色啦，我忍唔到啊，所以咧，你先行告退。